如果你不愿意，像这次有期待的事，跟随兵器，我就阵容重重分行。哦，我的阵容之中有得起一两亿，再加上妖气，不中力量必将身心冲突，精神不有得起，正适合此时发挥。当代妖气之气，在混浴气面中逆转天流，渐渐体会新动力，以妖气融合。是时候了。哦，用脑力，我的阵容启动。试验性智慧，请用这至刚铁人腰旗手腕护贴。好，总算平复了。你必须对在阿修罗王身边上古，连钢铁也想模仿你吧？有如无依无碍。利用相接冲突产生坚强的力量，实在冒险，你不可太过勉强。我的阵容就我能够，我会克服此点，以我推测，虽然以妖气代替勇气，但都有机器可以冲突，最多只有一次机会，能发挥阵容完全的力量。这次注意。那身为高阶的，势必要将身受莫大的冲击。不用担心我，我必将阵容发挥全部抵达。请勇者临时孤军奋战，我明白。阵容既完成，要该回转信用口。我是李东，从此上特国王必然以不得阵容之间的配合。是的，多谢你的协助。那你我零碎有限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子龙行，我送你回乌暗岛。小老五的阵容可是成功了，都要用三气，雄师我合，完天那接天顶一边中控制红。木匠奴团会消息将一枪之代表尚未告知，但国人该突破自身界限，一日之间彼此之间的配合亦将有力气。北极小心就像敌方国的一样，此次下战之枪将被人困于其中一阵，将是十分的麻烦。只有一阵光星之波，因别人就有舒适，新人再由人选代替。我的阵容会帮国王别人制造最佳机会。我现在感觉真差，剑子转落，你拢无感觉我的存在感变得十分的不足吗？哦，伊也说你是人之水，身负黑暗之灵，那是消灭小心的关键。而小脑是多红团人，有丹青六度，有武的阵容，也是不可小觑的战力。而剑子你身为道教顶峰，当然嘛是非常的重要。多谢你精准无误的分析。剑子最艰难的战场，从来无拒绝你参与。如果侬失败了，这份忠诚自然落在你的心上，那我有天希望。无那一天的来到，
在我眼中，将军你绝对是最瞩目的存在。哈哈哈哈哈！